醒啦？头好疼啊！能不疼吗？你看你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，人家方哲啊把你送回来的。方哲送我回来的？可不是吗？阿姨好。哎呀，哎，这怎么了？喝这么多呢？快快进来，先放沙发上。怎么喝这么多呀？这孩子在哪儿喝的呀？阿姨，不是我带小林喝的酒，是我有一个朋友看见小林喝多了，就打电话叫我过去，我就过去打车把小林带回来了。阿姨没有怪你，你看你跟我们家佑文和小林都这么熟了，不过这次还真多亏了你，把我们家小林平安送回来。没事。阿姨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先走吧，路上小心啊。哎，回头来我们家吃饭啊，路上小心。哎，好的，阿姨。哎呀，人家把你背回来的，把人家累的满头大汗的。喝那么多酒，把妈妈担心坏了。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呢，别憋在心里，和妈妈讲，好不好？妈，不好意思，让你担心了。净让妈妈操心。还有，今天学校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学校没什么事儿呢，就别回去了。妈妈给你煲啊，你最爱喝的汤，行吗？哈，乖啊。小林，你今天还回宿舍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今天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可是如果再重来一遍，我还是想问问你，能不能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。这个声音和剧情走向怎么朝着越来越熟悉的方向发展了？我再听听。我还是想问问你，能不能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。啊，这个地方怎么和我写的话剧剧情这么相像呢？我跟作者大大还真是心有灵犀啊。小林，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不回宿舍，也不回我微信。我家里有事儿，太忙了，忘记回复你了。小林，你是不是
第一步真正了解女生的需求是什么，而不是只让对方喝热水。我觉得喝热水挺好的呀。不过确实有点道理。哦，前两天他朋友圈发了奶茶店的照片，说排队好长没有喝到。我懂了，我这就去买。风哲，哎，小林，我给你买了奶茶。我看你的朋友圈说排队太长没喝上，我今天刚好路过就给你买了。也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口味的，就每种都给你买了一杯。你先喝，你看你喜欢喝哪种，以后我都提早去给你买。这人怎么突然开窍了？要是我误会了你朋友圈的意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没有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第二步，尝试让对方了解你的喜好和闪光点。有了。小林，我过两天课题。小林，过两天我课题答辩，可以邀请你来吗？小林，过两天我课题答辩，可以邀请你来吗？好，好，好。各位答辩导师、答辩组长、各位同学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今天的题目是戏曲中的在语义关系研究。戏曲意象在中国美学的研究中呢，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与意义。那么什么是戏曲意象？戏曲意象分为两大类，分为外在意象和内在意象。那么关于外在意象和内在意象呢，我们大致还可以分为以下这些种。没想到他居然还有这一面。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答辩内容，谢谢大家。真不错。男女主相识多年。同样因为误会吵架，有其他新角色加入。难道桃子是李修豪？不对，单凭这一点
还不能证明桃子就是李秋好。嗯，喂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没干嘛。嗯，最近桃子上市了，我想吃。啊，想吃桃子？我给你买好了。好啊，那晚上宿舍楼下见。好啊。我最近想研究一下广播剧，你知道哪家书店有卖这方面的书吗？我有点急用，想今天就去买。怎么突然想吃桃子？不是说晚上让你在宿舍楼下等我吗？怎么来书店了？我刚才去宿舍楼没找着你，然后就出来了。没想到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。确定不是从什么别的地方听到了什么消息？嗯。来，吃个桃子。果然是我爱吃的，桃子就爱吃棉的。棉的是好吃。走吧。我还不信，就揪不出来你。哎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手机借我用。不给，给你手机干嘛？你以前不是随便给我看的吗？我干嘛给你？你心虚了。谁心虚了？为什么要给你看？为什么不给我看手机？哎，走啊走啊，看电影去了啊，走。不去了。老师，我想好了，这样的出国机会确实难得，我还是出去试试。嗯，你是我带过最得意的门生了，能出国交流是很好的事情。那就麻烦老师了。方哲，小林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方哲哥说今天有个课题结辩，我来旁观一下。挺好的，多学习一下跨学科的知识，对你们表演也有帮助。哥，你出国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？盛楠，你放下了吗？什么？出国？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出国的？已经决定好了。我尊重盛楠的决定，但也尊重我自己。之前导师就找过我了，
后来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出国看看。盛南那边已经说好了，你就放心吧，好好准备出国的事情。那我怎么办啊？等等我啊，你们。小点声。不好意思啊，他白天搬砖太辛苦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家伙，跟我出来约会，结果自己睡得挺香。知道我会睡着，可不是你自己选的文艺片。走吧走吧，不看。哎呀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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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不好意思。那我进去了。好。哎，那明天下课我来接你吧。好啊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让他承认。在吗？有心事要向我这个树洞说说吗？也没什么心事，就是肚子不太舒服，可能是着凉了。注意休息，多喝热水。
大早的叫我出来干嘛？给你买的药，记得用温水吃了。嗯。你怎么知道我得胃病了？这件事我好像只跟我的神秘网友说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不是心灵感应吗？你别狡辩了，这件事我昨天晚上前脚刚跟人说过，你今天一大早就知道，你还不承认？哦，我关心你，我还有错了，不要，我走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承认就算了，生什么气呢？哦，我一早想着你昨晚啃了桃子，又吹了冷风的，关心你还把我当成别人。干什么？说，你是不是跟人网恋了？哎，我就是要网恋了。我男神的声音那么好听，人也肯定长得很好看。等我有空了，我一定要约他出来见面。你算了，回宿舍了，不跟你扯。小样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聊了这么久了，我们见一面吧。竟然要约网友见面，傅胜男，我要不就是桃子本人，你胆子可真够大的。怎么了？跟你的胜男又反转了？他要约网友见面。哎呀，小豪哥，他的网友就是你，你的网友就是他，哪有自己吃自己醋的？他现在已经怀疑我就是桃子本人了，如果我拒绝的话，那岂不是更有理由怀疑我心虚了？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万一有人冒充你，岂不是更危险？嗯，说的没错。哎呀，晚上吃什么呀？是吃清淡的还是吃辣的？都行。都行。你干嘛呢，盛南？是李修豪吧？虽然呢，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介意。不过，你要是愿意说，我就愿意听。小林，谢谢你。等这件事情确定下来了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，好吗？嗯，好。哎，那快点定吧，吃什么呀？那我给你发地址，不见不散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那很简单啊，你就乔装打扮去见他，见了面不说话，只点头摇头，那不就行了？这样能行吗？哎，这样不就行了？可以。你就是那个跟我聊了好久的桃子爱吃棉啊？怎么你跟我一个朋友的样子好像呢？不是配音演员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
然我们是网友见面，你都已经看到我的样子了，是不是也该让我看一下你的样子？哎，没关系，既然声优大大不想让我看到你的样子，那就算了。嗯，交错编织的瞬间。